第一，要抱着希望，在每天清晨太阳升起，不用太在意这一首的遗憾，用一片面包解决你的不安，别担心没人经过你的未来，没人驻足你的现在。第二，切记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，也没有必要把自己变得不像自己。你曾慌乱过，你的年华释然，你们的一天都一样，面对是同一个。第三，与自己所处的现在促膝长谈，写生命中所剩不多的情感，这世界不会再为你改变，只怕就任其消耗殆尽，或者用力的喘息。做平凡的自己，做诚实的自己，做善良的自己，做骄傲的自己，做热情的自己，做倔强的自己，做坚强的厨师，我的梦想是拥有一家米其林三星餐厅。我是一名销售，我的梦想是成为公司 top sales。我是一名酒店前台，我的梦想是给我的爸爸妈妈买一套房子。我是一名程序员，我的梦想是用代码改变世界。我是一名教师，我希望我的孩子们可以实现他们的梦想。我是一名人民警察，我的梦想是值班的时候可以睡个安稳觉。我是一名银行从业者，我的梦想是今年有假期。我是一名健身教练，我的梦想是让身边人都热爱健身。我是一名医生，我的梦想是有一天我的医术无处施展。我是一名外卖小哥，我的梦想是每单都有五星好评。我是一名快递员，我的梦想就是早日脱单。我是一名保健员，我的梦想是身体健康，再多干几年。